为了宣导推广民众购物消费时使用载具索取云端发票，鼓励民众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， 北区国税局中和稽征所将在9月7号星期六上午10点，在中和环球购物中心影城举办精彩税月放映双核的租税宣导活动，希望借由电影欣赏方式吸引民众共同参与。本所将在9月7号早上10点，在这个中和环球购物中心4楼的微秀影城举办精彩岁月放映双核的租税宣导活动。庄美学主任说，今年选定的片单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观赏，有霍尔的移动城堡、脑筋急转弯2、神童奶爸4，同时为了吸引年轻族群，也特别挑选漫威英雄电影死侍与金刚狼，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这次播放的电影有适合全家共同来观赏的霍尔的移动城堡，那脑筋急转弯2，还有这个神偷奶爸4。那为了这个吸引年轻的一个族群，我们也特别挑选了全球票房突破11亿美元的死侍与金刚狼。这边也要再提醒这个看这个死侍与金刚狼的一个民众哦，那因为他有年龄的一个限制哦，所以民众可能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件哦。电影入场券将在9月2号上午10点开始，在中和稽征所3楼多功能教室进行兑换。凡是捐出113年7到9月未开奖之云端发票15张，或纸本发票25张，就可兑换电影入场券1张，每人限兑换4张，兑完为止。欢迎民众踊跃参与。当天现场还有时下最流行的拍贴机、可爱造型的棉花糖、捐发票送好礼等活动，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。消费购物时呢，记得使用载具索取云端发票。那本次呢，所募得的所有发票呢，我们也会捐给这个中和地区的新北市私立大同育幼院。那请大家一起来捐发票做爱心，捐发票做爱心，精彩岁月放映双核赞。记者吕其坤、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。